来来了，今天看了一个带着爷爷去配助听器的视频。停等，敏感，制度，建筑，大路，道路，麻袋，麻烦，高大，高干，国王，文盲，修建，修训，法则，大哥。哎呀，咱爷爷一个没对上呀，但是别压上的中国有嘻哈，咱也会刷呀。听完语音，医生在旁边站着说啥也听不见，我服。大爷听罢满怀欣喜的转个头对医生说，啥哪有 cosplay 女仆。好了好了，别笑了，这难道不是你的英语听力吗？还有还有，今天看了个街头采访的视频，学习压力大不大？学习好不好？看到没，这才是这个年龄段该有的状态，活的就是心态好。然后后面第一排疑似是位小朋友的大神回复了段视频，最帅就是帅，你几帅？23、23没你。哎呀，小朋友你还小，你还什么都不懂，哥哥给你讲个故事吧。宝宝刚刚看了本穿越小说，好想穿越回古代做大官呀。你做大官，你是不是瞧不起我？犯人你可知罪，小的冤枉啊，小的做错了什么啊？对，你没错，你怎么可能有错，你全家都没错，错的应该是我啊。小朋友，明白了吗？没明白的话，好好学习，等你长大就明白了。